啊！哎，我没看到召唤师技能，我的啊！我想着他有屏障或者有虚弱，我这波也给他拿下了。就要来临了，他妈的！街机不是投币的吗？不是，他电脑上面有一个合集，街机合集里面什么都有，什么拳环，什么恐龙快打，什么都有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哎，我没看到召唤师技能，傻逼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。啊，怪不得他前期会这样跟我换血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又来了，完了，带过来了，傻逼了，本来不用死，早点闪就好了。要不等他 Q 完闪也行，妈的把他带过来就离谱了。我一死的方式被我找到了，我要这么命苦呀，我怎么那么命苦啊。没亏线还好，好好发育吧，还有的玩。我还没输，那你们有没有在7K 上面玩过那个暴打小朋友？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现在改了，改成叫暴打僵尸了。我去年还玩过。他现在又是推过去的。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哦，狂扁小朋友，对，狂扁小朋友，我记错了，狂扁小朋友。脏东西，言语毫无意义，是的，狂扁小朋友改了，改成狂扁僵尸的。他妈的好狂啊，但是我又没什么办法。他吸的比我耗的多，一会我又没蓝了。 Q 他一下，吸引小兵过来。那这样一直 A 兵的话，现在还是能放得过来的，应该快六了。扣点钱也好。他这个是真的妈无赖呀！不要相信比尔，真他妈能吸。我真的是套了呀，受这种气。
居然打不死我。哦，不开屏障，嘿嘿嘿嘿，你是真该死吗？哇，差100多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更多火药！我操！背叛了我！我以为我七级了。加入列，我上路也列了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还断线，没线人。哦，good man，有兄弟多行不行啊？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你别搞啊，你走你走你走。船一起沉没了。收人头喽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哎，又是凯因，我现在很烦凯因啊！看到凯因我就烦，太灵活了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船长哪个皮肤好？特种兵呗，特种兵冠军皮肤，手感一般都不会差。其他皮肤的话，有的时候手感好，有的时候手感不好。不能，感觉没必要交闪。还行吧，我拿了个600。勇士派对有的时候手感好，有的时候手感不好。
吐了出来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妈怎么没连起来？又一个，我要夺回死的一切。你怎么反向退休？当心炸药桶！感觉好像真是可以把那个辅助逮住的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。今天为啥不找老宝宝玩？这不能多找的呀，这一个星期玩一次嘛。烧吧！暴君没斩杀掉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一个星期跟老宝宝玩一次，有平台会给点资源什么的，会给点资源，然后天天玩也没用，他没那么多资源给你。更多火药，言语毫无。应该能杀，那我应该多打他一次就好了，能多 A 一下就好了。还行，哎，没哦，没炸死我，那行个鬼哟！哦，莱西。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急了！狼人是不是在找我呀？狼人。那我回呗。不要以为我就能安逸，把他们吊在杀手马桩上。这他妈不是害人吗？我操！哎，我真的是逼的狗，他本来距离不够 W 我的。哎，给我整无语了。大海和人们被
背叛了我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顿狱引杀阵。赶紧再提升一下等级，这波龙团我应该去不了了。我想拆上路二塔，我有大法，你们这看情况。但没有失去灵魂，更多火药。我以为得搞个死亡阵。炮弹里洗个澡吧。哎呦，没斩掉。果然还是不行，要靠我呀！我看能不能再杀这男人一次。哎，我没吃三级，傻逼的。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出完训练，搞个死亡之舞吧。妈，凯隐对我威胁太大了，把你扶起来，你不去打团，重伤不去。因为我第一没到十三，第二核心装备没出，我选择了自己在上路多发育一波。我也很快。我从天空的海水中重生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烧吧！人的仇恨。呀！我操！好像不亏。哎，怎么还赚了？我操！好打我好痛啊！哎，这个怎么又减 CD 了呀？这个不是不减 CD 了吗？不愧是你，拳头设计师，不愧是你，又改回来了。怎么安静了呀？干嘛了？怎么死光了？啊？我怎么感觉这打的火热，怎么突然世界都安静了呀？这个就是海洋之灾的魅力嘛！不愧是版本最强英雄，版本 OP， 我超爱玩，我把把都玩，我下把还要玩。兄弟一起玩吗？我玩橘子，你玩桶。
确实确实，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玩船长，真是太酷了！死啦，别他妈装了！那死完之后我还怕你？谁急了雷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出闸，更多火药！帅！开焰火了，两个刺客顶不住，快走！准备小龙。勾都勾不中，垃圾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双刀戟，哎呦，那你不是找死吗？漂亮，这个辅助开人确实有一说一，这个辅助开人有点无解，我得出青羽第一个解决他，一个统车他就玩不了了。清楚，我的，怎么还站在里面去了？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敢开呀，说实话，胆子太肥了。来来来来，搬个牌子，兄弟们。搬个牌子啊，可以杀50个，我昨天玩无限火力杀他妈60多个，鲁泉水里面炸了7-8分钟，但是感觉没意思，不好玩。不要相信比尔吉莫的中了小野什么手法，今晚下班一定反。枪决。来吧，不来，不像我六玩的很没意思。又一个，加急了，看我怂不怂你。更多火药，快！哎，好烦，这种刺客一点脸都不要。
那你装什么？我直接冲！操！一个都别跑！爽了不？砍瓜切菜。当心炸药桶！憎恨是小孩子的。什么段位？艾欧尼亚装二，帝都装二。干嘛呢？可给你牛逼坏，操！